见魔呢？反两组。 好像去河蟹了。 我操！这人还来下个吧？他不知道自己野区被反，好离谱！ 吃上河蟹浪费时间。
居然还有闪现！我操，来找我了。这下路可能来找我了。这样做吧。这少龙直接给了。这两个都可以带一样的。算吃个塔皮吧。对面日女可能游了。
的意我思。操，这鱼人是人？光你没闪现。真奇怪，我这波我要看回放，他不可能来的这么慢的呀！打字又不影响他走路，而且没那么大逆风，不至于说挂机打字。他是不是在先锋啊？好像在先锋。还敢带吗？我操！完了，两个盾太肉了，那 QTD 也好久。W， 我不是 W 骑手吗？
漂亮。哎，先把他野怪反了。我操了，好离谱啊！那个 W 能不中的？哎，我点错了，完了。哎呀，点错了，我要先打一套再七先锋。死不掉啊，能奶。完了，不带。他犯罪。
15级。 哇，好离谱啊，好肉啊！
Double kill.
Mm-hmm.